蚂蚁就先出来了。你看蚂蚁，你就知道动物了。所以各位了解说，所谓空性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讲的这个真理。你讲缘起性空，互相影响。这个世界，任何一个有情跟花草树木无情的存在，都是互相依存、互相影响的。所以你的一个起心动念、行为，都在影响了世界。所以叫世界为心造，法界、十法界为心所造。所以每一个有情，只要你起心动念所产生的行为，都在影响了世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净化世界，而不要污染世界。这样，你不能说我生气跟世界有关系，干你屁事。我打我小孩子关你，你打你小孩，我们心痛啊，啊，很痛苦啊。特别现在有媒体，现在这个媒体，远方非洲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了。前一阵子，英国查理宝宝他得了一个很痛苦的病，他爸爸妈妈想要把他送到美国，结果后来还是没办法，查理宝宝还是往生了。来，法会功德，会向查理宝宝、所有病死儿童、找的离苦得乐啊、家庭父母啊、解冤释结啊、断除烦恼、了解佛法啊。那我想，每一件事情你都产生一个关心，所以各位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世界了。《金刚经》讲一合相。因为有了网络了，这地球变小了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，任何地方马上就可以感知到啊，互相在传这个影歌星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啊。所以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要给予关心，给予祝福，给予回向。你不能说他选上总统关我什么事情啊，因为他选上总统，老百姓就被这个有影响力的总统影响了。所以我们更要努力的修行跟心态，我们的福德善根、智慧功德要赶快回向给他们，回向给法国总统，回向给美国总统，回向给缅甸总理啊。现在我们中国跟印度有一点小小的摩擦，来，法会功德，回向双边国家和平相处。嗡善多来戒多萨婆诃啊，你做了各种点灯啊，因为印度人就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就是印度人，因为你学佛了嘛。学佛我们肤色不一样，国家名字不一样，事实上我们的本体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有佛性。离开你我也不能生存，离开我你也不能生存，我们生生世世都是母子关系，都互相依赖的。所以要互相感恩，要互相帮助。佛陀就是要转达这个真理在这个世间，而不是互相竞争，而不是自私我执啊。这个我执本位主义就会对立，有对立就会竞争斗争，就会战争，就有世界这种恐怖主义啊，认为你伤害我，所以我伤害你，我死了我升天，这个讲法还不是那么正确啊。所以那现在佛法可以告诉我们真相，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要很积极的想尽办法，透过各种管道把佛法弘扬出去啊。因为佛法里面不分对方喜欢修什么样佛法，那我们都要懂，因为要让对方了解，这个最重要了。因为这个世界念一下，世界是我家，众生是父母，都是合为一体的。所以你要关心世界，你要关心众生，一切都互相影响。今天各位救了几只鱼，就很多人不用下地狱，不用生病，因为他就不用杀鱼吃鱼。今天我们救了几只鱼，河神更快乐啊，天神更快乐，诸佛菩萨更欢喜，地狱就有很多众生离苦，七只鱼超度一个地狱的，我们放了多少的众生啊？这些功德回向给没有福报的恶鬼道，他也可以升天。
不是光放鱼，我们不食水。各位在那边，哇，不食面包，做替身多嘛，在河边做烟供，然后再来我们去为他们绕塔。所以今天上午去放生，当我们去金三角塔是绕塔，不是你去绕塔，是带着替代这些鱼啊，这些有形无形众生替他绕塔。啊，希望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好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1月10号至11月19号，印尼弘法行程。1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，小乘通阅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万兆倍。下午4点半，印尼棉兰放生暨慈悲施食。11月19号星期日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倍。上午9点。印尼棉兰八关斋戒。11月20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1月21号星期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居然柔佛慈悲甘露施食法会。11月22号星期三，达摩祖师圣诞，下午2点。马来西亚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，护身点灯、水供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1月24号星期五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柔佛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心灵讲座，护身点灯、水供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1月25号星期六放生功德日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。11月26号星期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大蒙山施食法会。11月28号星期二，宗喀巴大师诞辰、莲花生大师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，衔接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。11月29号星期三，齐天大圣圣诞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及慈悲施食法会。11月30号星期四，上午9点半，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护生员烟供及放生。12月1号星期五，念衔接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，
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。12月2号星期六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，下元水观大地圣诞，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八观斋戒。12月3号星期日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，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供佛斋天暨慈悲施食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